电台啊、哦、我来嘛，是我安逸了。哎，小妹妹，你最近用的啥子化妆品啊？皮肤看到越来越白了嘞。真的啊？啊，我还说你嘞，越来越年轻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海选哦？哎，你我咋个能跟你两个比嘛？你这个身材你还保持的还那么好的嘛？哎呀，说这些，我还想长胖点了。男人喜欢你这种丰满的。乱说，男人咋可能喜欢我这嘛？喜欢你这个样子的，匀称但是绝不压秤的淑女。哪说的哦？男人喜欢你这种风情万种、风骚的少妇。也喜欢你这个样子的。哎，是不是嘛？你点，你点，你点，你点。啊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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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潘哥，哎，你来做啥子？嗯，我在偷菜。看到没有，我准备偷这些。潘哥，你竟然偷菜？这个是我住豆腐房处理。哎呀，我报表都做好了，我才偷菜的。哎，你报表做完了就可以偷啊？你家没有菜，跑来办公室来偷？啥子？你看，下午2:40刘红的人参熟了，下午2:35李大勇的灵芝熟了，下午3:23杨宇的大象可以偷了，下午3:50温瑞的麒麟可以偷了。怕哥啊，怕哥啊，人家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我看你还没点钱呢，你就已经学坏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改变了在我麻子，不在我总的引导下，越来越像有钱人？靠近了，你看你的思想已经提前进化了。跑马子，你说些啥子？叫张总。跑张总，你说些啥子？请把耙子去掉。好，我不喊你跑了吗？你说些啥子？我当懂不起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婆婆，菜上去了，快吃快吃。哎呀，哎，来来来来，这个虾子啊，吃了就可以。谢谢你不但偷啊，你还天天守着人家偷，你这严重的说，你这是人品有问题。哎，我说其实不拿你干啥子，是拿来记公事，你看你全部记的是偷菜时间。哎，怕哥啊怕哥啊，我真的不想说你，说重一点你的事呢，你这是利用公事之便侵占公事财物。哎，怕哥，我就不信你从哪个地方学的那么多坏毛病。蔡龙教我的。哎，陈总，你在偷菜呀？啊，我，张总，我以后再也不偷了哈。不，对的噻，偷得好，偷得好。嗯，哎呀，你平时间工作辛苦了吧？你偷一下菜，娱乐一下，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。劳逸结合，劳逸结合。啊，对的，张总，张总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哎，你不晓得，我每盘一偷完菜呀，我心情就很激动，我一激动，全身就迸发出无尽的动力，我就把这些动力，用到工作中，我就可以为公司创造巨大的价值。过偷菜是不务正业，他偷菜劳逸结合，凭啥子？你偷菜是纯粹为了偷菜，那田成龙呢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。你看啊，田成龙为公司做出多大的贡献啊！继续偷，不，继续劳逸结合啊！哎呀，张总，我想劳逸结合都不得行了。为啥子？吃鸡了。吃鸡？哎，阿成，朱老师，来吃鸡。大哥，那情人，哎呀，你咋整？你直接电脑让你抬出来用。哎，你，请。老子，让我了。用那台，那台要死机的嘛，死机嘛，你重新启动就是噻。
再说你偷菜啥子？你偷菜分清楚为了偷菜，你家里面种牛菜，让我回家偷。哦，这。我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。吃好没有？哎呀，我是服务员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你们一共刷票188哈。哦，好好好。小妹妹，好不容易去吃个饭，才让你给钱。哎，绝对不能你给噻，要的是我给嘛。哎呀，好不容易跟妹妹一起吃个饭，肯定当姐姐的给噻。哎，好不容易姐姐吃饭，肯定当妹妹的给噻。哎呀，随便咋个钱都不能你给。哎，你不给我怎么？我给嘛？不，我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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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给。哦，好嘛好嘛好嘛，只要不是票就给，哪个给都可以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只要不是钱妹妹给，随便哪个给都可以。哦，你们两个以前是不是学川剧啊？哎，凤姐，我没学过川剧啊，我学过唱歌的。哎呦，唱忐忑的好哦。哎呀，好嘛，以你们两个的表演天赋，不去学习川剧的变脸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你看你们两个嘛。今天就跟仇人一样，哎呀，仇伤也大的，唱到今天一下就跟亲姐妹一样了，我们亲热，哎呀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你们两个不去学习川剧变脸，真的是太累。拿下两杯，不早了。哎，我们下次一起学习。哎呀，好的噻，要一起学变脸肯定好哦。我用我，要得要得要得。今天把我气心肝了，你先说，还不是飘儿被给仙人掌啊？哎，哦哟，前几天他们两个闹得窝喧喧的，今天一下就跟连体婴儿一样，直牙长哦。哎呀，一会儿这个说吉吉，哎呀，你越来越年轻了。哎呦，那个又说，哎呀，妹妹，你的皮肤哎呀越来越白了。哎呀，你没看他们吃个饭哦？你给我撵过去，我给你夹过来，完全当我不存在。等到我刚刚拿筷子夹菜，他嘚儿的一声就把桌子给我抽起走了。最气人的是啥子嘛？我买的单。还有那个张麻子、田才龙也是，一个忘恩负义，一个过河拆桥。哼，那个田才龙偷菜啊，说他是老一截货；我偷菜，说我道德败坏。哼。还有那个张麻子，不要忘了，田才龙是我介绍给他的。还有那个田才龙，还没跑到千里，就把我这个白罗忘了。啊，撇死我也是公司的老资格嘛。是嘛？他们要听人眼里出西施，也不能把我们周围人当狗屎嘛。白灵，不就讨回了50000块钱？难道我的能力就不如50000块钱？你说，我就讨不回50000块钱吗？你呀，是讨不回来嘛？哎，人家挣我们农家乐这么多钱，你要回过？哎，哪一回不是我给棒妹儿要回来的？哎呀，方妹儿，你不要说以前的事情，你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。哦，这个怀才跟怀人一样，时间久了才看得出来。我跟你说，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，不，大吃两惊。我要让他们看我有好大的能力。谁收着？今日云帆桃花。哎呀，云帆桃花，夏日就是好。哇，姑娘穿的都少，哪个才是我的桃花啦？哎，死伢子跑去，到那边去看了。好。想准备的，哎，不过我是很开通的。张麻子，你做啥子你？大姐，
不好意思哈，刚刚苏文有患在追我，我就借大哥用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哈。你啥子？借用一下？哦，他是样东西可以随便借的嗦。嗯。哎呀，我咋个觉得你在勾引老七呢？他，大姐，你在说啥子哦？好嘛，配好安，好人配平安，好你妈肯定要配帅男噻。像我这样子啊，跟你家的男人差距太大了。这位大哥跟你啊还比较般配，你们两个一看就是两口子嘛。干，拜拜。哎，你急啥？你急啥？急啥子急？哎，找个上门家了说你，没听人家说啊？哎呀，好马配好鞍，好女配帅男。瞧你这个样子，满脸都是麻子，除了仙人掌哪个看起呢？回家镜子好看看你副板眼你。哎呀，你不要说我，我不皮了，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注意形象，注意形象，董事长夫人。走。你哎呀，看死你！田总、陈总，吃饭了。哦，来了。哦，哎，田总，我给你拿个中间热的，这是冷的。哦，好好好。啊，小宝，给我拿一盒。哎，好，马上，田总。哎，好。陈总，一点。哎，冷饭也是饭啊。嘿嘿。哎呦，咋个来了？我的饭盒没得蛋。小毛，你把我那个蛋弄到哪儿去了啦？啊，没得蛋了。哎，陈总，我也不晓得咋回事，今天从盒饭里拿起来，我就直接提进来了嘞。田菜龙饭盒头有蛋，我的饭盒头没得蛋。你是不是对我有啥子意见了？哎，陈总，我哪个对你啥子意见了？我真的不晓得是咋回事。那我的蛋跑哪儿去了呢？哎，陈总，我又没拿你的蛋，我到哪儿去给你拿蛋嘛？哎，这盒饭里头有蛋，这是张总的蛋，要不要张总的蛋？不，我不要张总的蛋，我要我自己的蛋。哎，陈总，要不然今天你就将就一下，明天我找老板给你多要一个蛋。我现在就要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找老板给你要蛋去哈。怕个，就是一个蛋嘛，何必那么计较嘛？我就是太不计较了，所以有些人就爬到我脑壳上拉屎拉尿了。怕个，人家小马咋个敢跟你一个老总作对嘛？对嘞，小马不敢，怕背后的人敢，要不然我今天咋个会少一个蛋了？哎，怕个，你啥子意思哦？就是一个蛋嘛，你至不至于哦，少吃一个蛋要死人嗦。这个不是蛋的问题，是权力的象征，是尊重与否的问题。要不你把你的蛋给我嘛？啊？那你讲不讲道理哦？我的蛋凭啥子给你？天才，啥子你的蛋？明明是我的蛋。你该拿上面来喝，下面来喝是我来，你晓不晓得？哦，搞了半天，你就是不爱我嘛？最近我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公司头的人都尊重我，你就嫉妒我，你心头不平衡？啥子？我嫉妒你，我心头不平衡？你不要自作多情，你只不过是踩着狗屎运，有啥子了不起了？那你也去踩一把我看看嘛。田菜龙，请你不要拿我和你相提并论。
这样会降低我爬过的档次，晓不晓得啊？我爬过是凭本事吃饭的，我出去这么一捞就会捞那个大航母，你晓不晓得啊？你不要在这儿说你捞的，你出去捞一个我看看。捞就捞，一年365天，天天都在说捞，可惜从来都没捞到。天天龙，你不要以为你是人才，大家都是蠢材。我跟你说，用不了3天，我就会捞个好项目。哈哈哈，哼哼哼，爬过捞个空不要紧，关键是不要进水。3天，你个人说的3天哈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哦。我输了，哼！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啥子项目都没找到，肯定要找天才龙消化餐。哎。心情好的，我没得钱，你没得钱。哎，大哥，祝你前程顺利，锦上添花，花好月月，月月满满，好人一生平安，事业有成。我跟你说，我没得钱挣，我是一级事务生，我真的没得钱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老天爷会保佑你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咋个怪渣渣的？你不找别个，你咋个专找我了？你找其他人去。我们两个是有缘分。啥子？你跟我有缘分？你说得出口？大哥，你想嘛，全世界有60多亿人，就算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，那一个人一生有29200天，平均每天可以遇到1000个人左右，一辈子遇到的人的总数就是29200，乘以1000等于2920万人。我们相遇的距离就是2920万除以60亿，也就是0.00487%。大哥，你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缘分？嗯，有缘分。我没想到你好有水平，那我要把我的钱全部给你，只有6块钱，老大，6大顺。大哥，你好大方啊！小意思，谢谢你了。Thank you very much. 拜拜。拜拜。哇，你都不晓得，这件好烦。你最近在咋子啊？哦，要得。
我是想问下，你那个一千多那个货是啥子？你对这个感兴趣啊？哎，相当的感兴趣哦。哦，你感兴趣，我就要跟你说说。那我跟你说，我要赚啥钱？哎呀，小妹儿，那个钱还有挣得完的哇？哎，你看我们两个兄弟这个男厕所，哎，真的啊，我们两个有缘分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目前世界上啊有60多亿人口，就算一个人平均活到80岁，哦，那一个人一生就有29200天啊。一辈子我们遇到的总人口就是晓不晓得？我们相遇的机遇也是那么多除以那么多高。总之啊，就是0.0074%吧。既然我们都是这样子遇到一起了，那你说是不是该一起挣那个钱啊？小孩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光嘴巴会说，我们的公司啊还是很有实力的哦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只要跟我们公司合作，我保证你的项目会做大做强，就像一边吃烧饼一边进大号，送你。环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千贯。哎，大叔，这张名片儿是不是你要街上捡的哦？哦，你也太大学人了！你要不相信啊，我带你到我们公司去考察一下，你就晓得了。我这个东西反正都是卖不出去的，说不定这盘还能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把这批货一下卖给这个老汉儿。小巷